环。木字旁横短竖长，竖画在横画中间偏右。用垂落竖，撇起笔要靠上一点，点往下面搓一，横短竖长，右边这个横画最高于左部的横，不要写太长。横一横的间距基本相等，最后一个横要长，这两个竖要粗细长短变化，间距大小差不多，这个长一点，搓尾，主横要左低右高。不要写太长，竖画在点的下方，也是在横画中间。然后最后一个横略微长一点，横间距基本相。注意这个撇先写，再写横折折撇，这个方向向右上方，向右下方，这个要短一点，要稍微直，这个稍微带有弧形，要长一点。捺笔靠上几笔向右下方伸展，铅横要短，这个上面的 C 不要写的太高，要写的宽扁，中间两个竖要垂直，这一点不要写太大，往上面靠，竖弯也不要写得太高，整体这部分要收，点着位置，捺笔然后向右下方斜行笔包住上方，方起笔